为着要保存传承鸟眼客家文化，今年度的云林鸟眼客家文化节，对十月初一开始，伫中秋甲四个礼拜假日，伫仑背、二仑甲西里举办八大主题节庆活动。今年头一场对水板头提火把来开场，活动是相当的精彩，要邀请全国各地客家文化民众做伙来体验鸟眼客家上老一个盛事。今年云林将客家文化节活动就在仑背兼园开催赛，表演哈酸歌活动将要为十月一号来登场了。朋友啊，欢迎大家来仑背参赛。文化节我们正式开锣了，彰化客家文化节在今年已经第八个年头了哈，也得被改啊来举办。每一年哈，我们都配合全国客庄的十二大节气。这中在仑背、二仑以及西里进行总共八大主题，分别要在中秋暝加四个周末假期来进行活动。活动内容相当的精彩，也邀请大家做伙来参与。比方说啊，我们所有的乡亲在十月一号开始，每个礼拜六、礼拜天可以到云林县来参加我们今年精心为大家所安排的彰化客家文化节。啊，共同来庆祝咱家己的。叫完客呢，吼，欢迎大家。那么非常的感谢，那么真感谢哈啊，咱姐姐社区啦哈啊，我们这些社区啊哈啊，在咱的在。重量级的人士哈，恁来参与啊！他会活动的体验表演以及创意的商品展出，嘛是希望予大家来看到鸟眼客创新的精神。今年搁要予乡亲食到上在地气味的鸟眼客咖美食，就是因乌白煮，大家都乌白食。其实鸟眼客家人也相当的节俭哈，而他们对食物都非常的珍惜，所以他们虽然有一些剩余的菜，他们会发展出。具有鸟眼特色的一些美食哦，像这个乌白煮、乌白夹，这个三西羹，也就是他们因为有一些剩菜剩饭，给它卷起来再炸，再保存下来，发展出这样独特的一个美食的滋味哈。所以在十月十五号，我们有一个乌白煮、乌白夹的一个活动。这上有鸟眼客家特色的精彩活动，分别在三乡镇来举办，有艺文武术、人文民俗，也有客家美食等等，是嘉义客家文化民众一定袂当错过体验机会。记者陈心长报道。